一代潮流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袁姗姗。在下个月就是有一部讲故宫文物的一部电视剧《国宝奇旅》会和大家见面。我今年特别喜欢穿羽绒服，可能是今年的冬天来得太快了，然后北京又太冷了，所以今年穿羽绒服会比较多。我自己喜欢穿稍微短款一点的羽绒服，这样会显得身材比例会比较好。哇，好可爱呀！这个福包里面就是我平时会用到的一些护肤品啊、爽肤水啊、精华然后还有可以喝的奶茶。其实因为我自己是湖北人，所以我特别爱吃辣的。然后呢，我也觉得自己其实是一个特别爱偷吃的人，所以总是会给自己列一些计划，比如说打卡这样的计划来控制自己的饮食和体重。其实在我的生活中，我应该会尽量少吃一些主食，还有多摄入一些蛋白质，然后来保证每天身体的一个新陈代谢。其实因为我自己就是那种大干皮，就是特别是到了北京的冬天，脸上如果不涂东西就会脱皮的那种，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，就是敷面膜会非常的重要，每天都要敷面膜。然后现在因为进入了冬天，我可能会在我的护肤前会擦一个那种护肤油。当然很多那种油皮的女生都会觉得擦护肤油就太油了，但对于我来说就是刚刚好。少女心，保持胶原蛋白，喝猪脚汤。然后自己也特别喜欢喝猪脚汤，然后用花生啊、猪脚啊，还有芸豆这些东西就包在一起。因为我是干皮，所以会用比较滋润的。我就可能油皮的女生就会用一些啫喱啊，就是凝胶那种保湿，但是我就必须得用非常厚的面霜。我觉得对于我的皮肤没有特别的那种护肤的措施，可能更多的就是保湿。因为他们有一些女生不愿意用膏状或者是油质的，是怕那个卸妆油会堵塞毛孔，但是对于我来说好像没有这个困扰，所以其实我用卸妆油和膏状的会更多一点，好像在我心理作用就觉得这种卸得更干净一些。我会用一点可能调节肤色的 BB 霜啊、CC 霜这种东西，这样的话感觉好像比较清透一点。